陕北民歌。我们在接触二胡的演奏的时候，演奏了一些外国的歌曲，那么演奏中国的民歌的时候，就不仅要演奏出它的音符，同时要把这音符当中的一些地域风格表现出来。所以在演奏的时候呢，通常会有一些小小的滑音。这个旋律当中，我们在搜上面加了很多装饰。在第二句当中的搜呢，就不是这样直着滑上去的，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回滑音。是在搜的音位上回滑，再回到搜的音准上。这样就有陕北民歌的风格了。好，下面我就完整的演奏一遍。